一六次自强号进站了，一六次自强号也进站了。这是新的吗？这是自强号。有十二节那个有亲子车厢。一六次自强号往七堵的进站了。一六次的自强号进站了。十二节车厢很长，本来就会很长。旁边有六百星进站了，往新竹的1731次的那个。车等一下要来的，那边也有。对，有六百型哎，是往新竹的，得进站了。是新的吗？是以前旧的。旧的，好像就是。它的门都，它的600型的门都是更新的，而且 LED 的那个装饰板也更新了。我们来拍自强号离站吧。这个超可爱，它真可爱。你喜欢搭的自强号？自强号？嗯。哪一个是自强号？我喜欢搭这个啊。这个？这个自强号，等下离站了。我喜欢呢。我也喜欢自强号，这个我看过。自强号离站了，九分钟之后等一下来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来了。自然。这是从那里？从竹南一站就要从新竹进站，然后，下一站中坜站。嗯，对。自强号走了，自强号走了，走了，拜拜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自强号离站了，对呀，PP自强号，喜欢看的可以订阅哦，下期再见。